不行，他如果不让我看，这是中不了飞船的。那等于不让主播看，没个中，我得看着，你知道吧？以前呢，我那直播间一天四个飞船，随随便便。后来不整了，这帮逼偷完飞船一个都不给我，我白偷。我请求与你决斗，我要与你决斗。哎呀，我操！这鳄鱼这么凶。不是，有这么疼吗？这，我这双段一扣我一下，应该我也死不了，我就直接升了。谢谢云端硝烟的小飞碟。猜到了，我也猜到他双段一呀，但我没想到我能死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死不了的。我要双段一接个扣，我这个一技能不吃的话，应该不会死。死掉了，算了吧，都死了吧。呀，对了，我加个人微信忘了。还好我是个幼虫。啊，还好我是个幼虫，这要是个屁虫，这就完了。还好我够幼。谢谢亲叔叔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要呲牙咧嘴呀、啊。先生，你是个懦夫和蠢蛋。起飞！哇呀！刺儿！刺儿！你这厚颜无耻的小杂碎！起飞！再起飞！啊，他把运用了。沉默，咋的了？谁来了？那我这辈子杀不了这鳄鱼了，这波我也不跟他打。算了，反正我们也是这种发育英雄，无所谓了。刺儿，你这不找死呢吗，兄弟？这波你能找我打？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哼，小丑竟是他自己。溜了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他点烟没好吧？他点烟好没好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点烟好了。我先来个斑比的熔渣，嗯，
出门。去沉默刺儿走了刺儿去吃鳄鱼的肉好吃吗？我没吃过鳄鱼肉啊，肯定好吃。哎，这边他没技能了，我们再推一波。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，沉默，回家呀，回家，不打了，我说停停。来个这个，这鳄鱼为什么带的是爆破呀？我吃一个吧，要吃还是要死？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嗯，我打爆破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我不行了！哎呀，刺儿！哎，刺儿起飞，这往哪闪的？这闪上去干啥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起飞，有，自己往下面闪，我起飞，沉默，刺儿，起，起。好了，没事可以扫。起，沉默，刺儿点燃，闪现吃。我请求与你决斗。我与你决斗。这，沉默，刺儿。刺儿起，刺儿，刺儿，没办法，这小驴人我们不可能跑得过他，只能回头干了，没招了。冰拳呢？冰拳鳄鱼，不是鳄鱼，大虫子，不出冰拳，出日炎。
正经人谁出兵权呢？关键这个伤害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兵权伤害太低，日炎虚区还行。不出兵权不够大，这把我们家16-4我就出兵权，那6-4还是算了吧。起沉默，哎，起我刺儿，我要咬断你，我在沉默起，刺儿，那鱼急了，那鱼急了，一瞅着那鱼旁边就来人了，知道吧？这是要干嘛呀？这不可能让他回去啊！拜拜，加油！这鳄鱼塔下不让我吃了吗？这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刺儿沉默，刺儿起飞。吃药起来，哎呦我走位不错，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算了，我把塔点了。好，他把E交了。起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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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A 回家，来个日炎，来个水银海，来个腰带。哇，小驴人22层美甲窃魂卷，我都没想到小驴人能如此之猛。先生又何风，打条小龙给我吃个。开龙怕啥呀，我来了。先生你是个懦夫和蠢蛋，给我吃条龙。喵喵喵，我告诉你啊，龙我都能吃。仙台小驴人，沉默小驴人，点燃小驴人，必须杀小驴人。沉默起飞，刺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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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
特漂亮，这波扣只要我们帮剑圣打虚区，帮他杀人，那么他一定能杀。先杀小驴人，一定要把沉默给到小驴人，要不然这团战他赢不了。我吃个鸡吧，沉默刺儿刺儿，给我变成小可爱了，刺儿刺儿，小炮刺儿，给我变得好小啊！我不应该是大可爱吗？上路拆呀，我去吃个三郎。完了，没有三郎，我去吃个蛤蟆。完了，没有蛤蟆，我去吃个小兵。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我去吃条鳄鱼。我去吃个河蟹，回家四杠六，来点魔抗，魔抗出振奋呢，行，就振奋吧，我把这卖了，买个红宝石。拜拜，加油！我们主要的虚区来源就是这大枣，别的其实没啥伤害。别的就属于正常伤害。我请求与你决斗。是个小兵。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呀，队友现在已经能一面独挡小驴人了，啊，已经能挡得住这小驴人了。杀鳄鱼，鳄鱼在那儿一呆，以为我们左边没有眼儿，还在那儿呆呢。起，我们必须盯住这小驴人啊，别的人咱不打。别的人咱不打，就一直盯着这小驴人，就在前面一待。
起，小绿人，小绿人，小绿人还狂妄，小绿人，我操了，给我整泉水里了。沉默起，小炮给我刮痧吧，起，沉默。这推下来的比较简单呢。